台东秀泰广场庆祝满周岁生日，8月6号下午举办公开抽奖。彩品取开幕时间7月12号的数字712，准备7台 iPad Mini、1台 QC 机车和2台 iPhone 6等大奖。中奖号码公布在秀泰广场1楼和3楼官方网站和脸书粉丝专页上面。黄夏采访摄影。